你有看过小小兵吗？今年华山特别邀请小小兵穿梭时空隧道到台北华山，现场精心规划七大经典场景区域，让消费者跟着疯狂小小兵一起穿越海洋时期以及原始人时期的洞穴跟恐龙共舞，现场还可以借用小小兵的帽子以及眼镜跟小小兵一起拍照。的帽子眼镜有分单眼双眼的帽子，然后眼镜可以在3点半4点半的时候跟小小兵他们一起合照。那这个需要额外的费用吗？不用，都是免费的，只要见完之后嘛，隔一段时间之内一定要归还就对了。 OK 左转右转，好耶，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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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现场还有 Millions Land 小小兵游乐场，设有 iPad 游戏台、桌游大富翁区等，让小朋友们尽情畅玩。今年还推出几款限量互动商品，让粉丝可以买回家珍藏。目前的话，这一支的话，它就是可以跳舞，它会跳舞。对，那我们这边就是开放让民众可以就是玩我们的那个声控的玩具这样子。今年总共有推几款？今年的话是推4款。对，小小兵的话是推4款，那这边是跳舞的，那我们后面那边的话会有一些互动的，可以就是他眼睛会跟着我们的方向动这样子。对黄色疗愈系盟主小小兵有兴趣的民众，4月12日前都可以到台北华山文创园区参观。